爸爸家族事业很庞大，然后交给他管，他毅然决然不要，他说我要演戏。是台湾排名前100的企业吗？不是，不是一个企业啊，是家里很有钱，家里有点黑黑的这样子。是不是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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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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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刚才歌声很好听哎，就是你要没有事，可不可以提早叮咛我一下好不好？旋律不复杂，很洗脑，很洗脑啊！虽然我们做的主持，我们还是需要脚筋的。这集播出明天。我觉得刚刚你听完歌表情要剪掉，我们重拍重拍好不好？哪里事后不录？老实说，他真的非常非常努力，各种惊喜的表情。所以你是独生女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还有一个弟弟。哦，真是太好，地灵人杰。